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各式兵器，经刀匠千锤百炼形成的瑰丽花纹令人称奇。郭常喜13岁承袭父业，努力打造出一片天，并且设立郭常喜兵器艺术文物馆，连对岸的刀剑名城都多次邀请他去交流。公视艺文大道邀请郭常喜一同分享他的毅力与文化远见。